乡这件做了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今天呢，算大放光明，晴天呐、啊、吼！哇，两天落雨，不然出去绕绕行行呢吼。那现在最好的地方呢是，出去散散心，走一走吼。啊，那该吼清明节啊，今天又当带儿童，因为圣公哦，四月四日儿童节，然后啊，咱那七十欢童欢闹的吼，啊，去老还童的，我们也是要过儿童节，然后在这里祝大家吉祥平安，然后快乐自在，然后大细汉囡啊，哦，带出去佚佗，感觉未歹。那那西啊西，感觉讲有位南部过来吼，还是要去上北部啊。慈天必圣公，你有看到了，你也进来啊，给母娘呢吼啊，请个安哦，啊来拜拜保平安哦。来，这对是王师姐所点的吼，张卡电话好不好？我会今日专心地要来听节目，因为放假很放松。那谢谢你，然后今麦就播上给你听哦。那海彩云锦相照，慈悲普渡在人间。一本心经，一世缘。朝夕能相伴，心中的爱如潮水，一生百世永相随。上起下承负，就是讲，咱徛伫个地球，人呢，伫天地中央啦吼，就是讲要承天吼，过来嘛是爱对这个吼、所有伫地球上的人民，每一个人拢各自有家己的生活方式，过来就是讲，我们有长辈啊，也有小朋友。这就叫做女当人的一种承负啊，对上天，对长辈，对小朋友，只要你是人，啊，你今麦呢，是
有迄个承负的力量，你必须要做的事。所以你讲那个老天呢，借了几十年的时间，然后我都认为，然后老天给我们很大的陷阱，然后啊，为什么？咱个借几十年的时间哦，啊，落来到这个世间。啊！你要做的工作就有够多，干那为了这个嘴腔拢塌袂定，然后，然后呢吼，要有六亲眷属吼，哎呀，过咱的啊，四大人要过咱周遭的吼，家己的囡仔，也是讲周遭的环境。我们给上天借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到这个人世间，你认为是幸福啊，还是享受，还是？你感觉过了足好诶，足自在。来这个红来仙都还是来这个世间，你觉得来世间很荣耀，来这个世间成为天地人其中的一个，嘛是人讲天地人嘛是三宅之一。你感觉你诶想法甲观念是安怎？是咱去用恶骨啦，甲咱弹落来。所以讲吼，最大的陷阱。睡觉的陷阱是让你来做人，好、哦，这就是好、哦。南宫，我认为啦，哈、哦，我们给人家救了几十年的时间，啊，这个陷阱，哈、哦，让我们这个生命来这里，哈、哦，啊，扑扑飘飘啊，那哈，光既定我见，自认为，世心妄想起分别啦，光根本实相不尽然，突破提升。障碍吹，讲只要人呐、啊，咱家己呢吼，会低见甲认定啦。对于相同的人吼、哦，事还是物还是境，拢有无同款的看法甲定义。啊，该每一个人吼、哦，不识定来对记忆中所珍藏的吼、哦、种子吼、哦，因质量有关系。所以就较巧诶，就较刁滴咧，就较戆诶，吼，就较干巧诶。巧嘛有人巧对诶，但是嘛有人干巧诶，是刁唔对诶吼。所以人的思维模式是由过去，吼，由过去然后经验吼熏习而成，吼，不加以改造提升，必然会。同款啦吼，讲前世人迄个个性，这世人嘛是迄个个性，也是吼啊咱。古早人咧，定拢会讲一句话啦吼，讲咱人吼，那是细汉，伊有啥物款的撇偏习性，唔改变，食老，依然同款。啊，所以讲吼，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要学？就是要学习改变啦吼。若不加以改变、改造、提升，必然会按照以前的。你一定是既定的思维惯性啊，吼，你的继续形成一连串的作用，所以人常咧讲吼，这全面性的吼啊，不管讲是提升还是进化啊，你必须要有突破。如果你还是僵化在意识形态来对，如果突破不可能嘛，吼，那我必须先讲淡化。什么叫做淡化？我认为。观念着手啦吼，人呢对这个主观的这个思考表达，吼，也是讲咱的经验意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框架的基础。若我进一步去探讨，你就会当去印证，然后，哎，我们是自己限制自己，还是被什么样的吼事情限制了？换咱呢吼，这个地球要提升的因素呢，咱来给吹。人往往不是因为知识见闻不足，而是因为讯息量、哦、很繁杂，乱了我们的方寸，甚至因为、哦、咱讲我们人拢是要广学多闻、啊、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思维模式如果不够坚定、啊哦啊、你就有时候、哦、去用煽动、哦啊、人说啥你拢信个啪啪啪，家己对的啥拢无用啊，拢去采用别人讲的负面的、唔对的，啊，你就有可能啦吼。一路走，你就觉得说，啊，走的也不是很正确。啊，有足侪人会安尼啦，观念错了，吼、哦，按、啊、你的思想观呢，吼、哦，认知也错了。那当然啦吼，你也感觉讲，
哎，人生真的是太多片面的哈，好跟坏了，啊，让我们看起来就不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坏。那么通常哦，咱无多探讨啦吼，那我多探讨事物的本质，安尼咱就是足巧的吼。啊，那无的话，人也手段呐足好的吼，讲话佫足够讲的，哦，甲你吼乌龙蛇道啊，根本呢吼，伫你家己连一点啊主张都拢无，啊，你耳孔就会啪啪啊。人甲你讲啥，你就听啥；人叫你投资啥，你就是投资啥。吼，啊，到尾啊吼，效果是啥？效果当然是。迄、那个甲你煽动的迄个钱，伊会摕个八八八，但是你有可能呢吼，都爱去借负债，吼、哦，来行啊，这就是叫做每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不一样啊。你要拿捏啦，有时阵咱定袂使讲吼，心有一点啊贪，感觉讲伊讲的这吼、哦，我都以一百块会当加赚三百块，安尼几啊倍。好、哦，啊，你个落个来，啊，今嘛有足济吼，每双嘛一直咧甲人讲吼，博弈不能开玩笑，也不要去玩，吼、哦，啊，过来就是讲吼，囡、哦、仔人吼，唔能好奇啦，定定个，甲咱的业余时间咯、哦，用在吼、哦、不，咱只讲无你的更加智慧的所在，煞是互你浪费金钱的所在，也就是网咖，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钓娃娃。在那边钓娃娃有什么意思吗？那长得那么大了还在那边钓娃娃，有的人哦做爸的哦，啊，所以做爸母嘛，不知道要怎么做啦吼。但是这就是观念一定要对吼。咱即马伫这个生育式的这一个，要甲咱讲，搁较深的意识来对面，这个因素你呐无吹出来，每一个人你都无法度摆脱的意识形态。因为有我的假象存在，所以认为观念必定不会消灭、哦、所以人说是谁在思考，是谁在创造，原来都是自己、啊哦、所以我就在说上天救人来世间出世、啊哦啊、救几十年的时间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哦、我们说苦的也有啦，甜的也有啦，吼、哦，大行拢有甲你参参交交做伙。啊，伊伫顶悬吼，嘛是咧甲恁看，看讲恁啊落啊，看恁家己会用，吼、哦，会晓讲用恁的智慧啊，吼、哦，去处理这几十年，吼、哦，会过了，会较自在啦，吼、哦。谁的，吼、哦，那个谁在成就你？吼、哦，既然没有意识执着的个别小生命了，吼、哦，我们都是个别小生命，而只有和谐共存的整体生命现象，所谓的整体意识的灵觉妙用，即是合一了，吼、哦，共同成就，就是这个社会了，吼、哦，这个、社会就是共同成就，安尼叫造成的一个吼、哦、和谐的社会了，吼、哦，啊，有的人就很难呐，你想一款，我想一款，哪有可能？所以咱的世间所有的物件，拢是幻觉，就咱用的尔。吼、哦，讲我执坚固，烦恼随啦。再来讲我执坚固，烦恼对嘞。吼、哦，幻影生灭，梦堆叠。为什么梦堆叠？主本人会安尼无？下本着无？会啊。啊，会心颠倒无？嘛会。三界六道苦轮回，拢是咱家己做的啦。所以说人吼、哦、处于不安，也不安定，吼、哦，至于吼、哦、你现在没办法，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呐固执，人讲啥你拢无法度接受的话啦，那你生存的万本呐、啊，吼、哦、是在哪里？吼、哦，无论有情无情呢、啊，都在寻求生命的源系，但是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吼、哦，用自然宇宙现象的规律去生活，那安尼吼，咱得到这吼、哦、独天独厚的灵性，我去咱脚踏掉呀。为什么？咱本来上天荷兰的是吼、哦、得天独厚的灵性哦，而且呢，这种生与俱来的强大灵动力吼、哦，一起攀附于物象，则不免导致于灵性的蒙昧，就是咱人呢，落来就看到好的，就介意。所以我们的妄想执着，然后
啊，咱本身的妄想执着，这个假我，你的幻想就愈多啦。啊，业杂本来万一，就会愈来万物一体。所有的，你一直增长我执，你又处于生灭不定。啊，你讲哦，咱来世间是一个幻觉，就咱迷茫啦。就像老大人咧讲的，啊，来世间有哪含眠呢？无偌久就过啊。啊，咱来世间嘛是一种幻觉，有真实吗？有啊，有真实啊，念嘛会听。问题是幻象的世界必定要经历过种种苦磨，然后就是咧讲，人幡然醒悟的时候，你才能会融，才会重获自由。哦，啊，那无呢？吼，你这个五执啦，吼，还佫有。那咱人拢要个无法度放下啦吼，所以讲要先破我执，你先看是对还是错，一生贪嗔痴为我啦，忙忙碌碌追，吼啊，所以讲无常生灭，非实在行觉本来方觉收啦吼，所以讲讲诸观三行一寡一连串的错误啦吼，就是讲机关打唔对，你违反真理，吼，你违反真理的时候，那你人生的无常、哦、当然就是你没办法照人家说的人事物之境 又能、哦、自由所转、啊、自以所愿、啊哦、就是说你自己判断对你的愿就会成就、啊哦啊、痛苦烦恼不满愤怒还是情绪，这绝对不是别人害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要多研习一些经典，才能够解脱生死轮回的模式。这就跟我们说太多太多，心态正确，气场能量就会聚在你的好姻缘上。这就是我们说你的助力，就是说在于真还是假，这样而已。你眼睛两泪金金都在看，但是有的人看到真的，有的人就看到假的啦、啊、真跟假由你自己去决定啦、啊、反正我们是跟老天爷借几十年的时间来而已、啊、这是一个人间的过境、啊、来来去去去去来啦、啊、有的活得痛苦，但是有的活得快乐啦、啊、是说用最欢喜的平常心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爱非常什么尊重生命，吼、哦，承负的这一种责任，甲做起来。我相信讲吼、哦，咱一家大小，咱的父母啦，吼、哦，也是讲咱的六亲眷属，大家都会过得很协调，啊嘛是，会当吼过甲真幸福啦，吼、哦。啊，囡仔变哪教，囡仔教，起码唔是讲，你甲手机啊摕起来就叫做教。现在囡仔的手机也提不起来吼，得好好参详啦吼。啊，也不是说生活能够把你的手机戒掉，好，生活说叫你不要玩，你就会听生活的话，那也很难啦吼。这就咱今嘛固执点呐，迄、那个固执点，会乎咱安怎？这个固执点会乎咱毁掉咱家己的前途，毁掉咱的婚姻，毁掉咱的事业啦。你讲是不是呢？来，咱来听一段道曲。今天还是吼四月四号、四月五号清明节嘛吼，啊，所以讲吼，还够两天的假期，那天气袂歹啦吼，那每天的欢迎，然后咱的师兄师姐啊，来到慈莲毕生宫来结母缘，然后来跟母娘结缘，吼，来跟大家结缘啦，欢迎啦吼。一生
生不息，终于前倾，细听若离，自天有生两意，两意生思想，思想生八卦，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但讲破执开悟啊，吼。活在极乐自心净土，清净质朴，真诚简单啦、啊、吼！啊，你讲没像你讲啊，安尼我嘛知啊，但是咁每一个人听有做会到吗？像那讲平静安宁，从容通透，依然住得平凡安乐啦、啊、吼，拢乐观明白。享受生活，放空看破，正确五角，圣言心生，真善美爱，动体大悲，无言大慈啦吼。那说的容易，但是做的困难，吼、哦。为啥讲说的容易，做的困难？吼、哦，咱人呢讲无以明志，莫非淡泊。吼、哦，若不宁静，没法自圆。好、哦，这个嘛知呀，明白理事，心灵清凉，怀平常心处事待人，看透万事，原具本质啦。哦，啊，咱若要计划，就爱计划较稳健的。哦，记心，记心度外，动感就是咧讲将心比心的意思啊。吼、哦，咱即卖讲讲啊，都三机八结啊。吼、哦，讲话容易，但是咱要甲你。要跟你讲，每个人讲话都很容易，但是你适合人家听的也很困难。哦，大家嘛要讲吼、哦，要淡薄，但是呢吼、哦，看到钱目睭，大家嘛才大肯。吼、哦，那有可能讲安尼就淡薄去啊？就是人爱豆豆啊改啦吼，你爱明白迄个事理，心才会清凉啦、啊。哦，啊你若处事待人，你咧看袂透万事万物，吼、哦，啊你的本质嘛是同款，要果是伫迄个固执啊，吼、哦，不是说哦这样讲，哦佛菩萨这样讲，吼、哦，啊咱就马上就随改变咱的执，咱人的执哦，是一个足执着的这个执，有人讲惯习的作用，啊嘛有人讲。迄就是吼、哦，未输前世人，伊个个性就即条型个，佮延续来即世人，抑佮比前世人较固执嘞，嘛抑有啦吼、哦。啊，明明知道这是好的哦，但是明明知道是好的，但是你叫他改变都很难。你佮佮讲个呢，有嘴无喏，嘛是同款很难。所以讲，受人个温情，咱爱会记哩无？即句话，大家嘛会知啊。哦、但是忘恩负义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多？哦，也有人说，啊，我朋友不知道我对他怎样，对他怎样。啊，现在呢，一个资料吼、哦、较顺而已，咱这个朋友就给咱帮了呀。啊，现在算忘恩负义，受人之恩，我无给你记在心肝底。好、哦，这忘恩的人呢，吼、哦，有时候有一天他如果在落于艰难呐，吼、哦，伊嘛无朋友。所以人活在世间咯，讲好好相依呢，啊，要做爱做伫当下，吼、哦，正善因就有福田啦，哦，花要开，绝对是安尼啦，吼、哦，啊，你若无自助，要哪有人来甲你做？所以人讲吼，蕴含无限的福报，是爱你
平常时啊，吼，用心啦，吼去做。你平常时用心去做，你就无限的福报啦。人讲功德回向他人，责任归于自己。这句话吼，有可能啊，吼，甲咱讲一下，啊，咱的道亲呢，吼，哎，好好去甲思考一下，吼。先来讲功德回向他人，责任归于自己。吼，伫团体。经团还是说在上经、啊哦、咱要掌握到功德回向、哦、这个责任归于自己是两大原则、哦、咱有时候我们说我在念经，但是我回向是回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哦、所有无缘法界众生、哦、可以取归正道，这嘛是，这就是咱讲做一个回向，责任归于自己。就讲你上的经，吼、哦、啊，真正有用心在上，咱的头壳无其他的幻想，专心在上经。你的回向的功德力，现在讲责任归于自己，有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有功的时候不要积功，吼、哦，要把功德回向给别人呐、啊，吼、哦，不是回向给自己。凡是遇到事情没有做好，领导人要勇敢承担，把责任归于自己，寻求改进的、哦、这个最好的契机，这是熟悉的、哦哦、所以说每遇到矛盾不如意的事，自己先承认说啊，也许是出错的是我，并且把责任承担起来、哦、事情就很容易妥善处理、哦哦、这有时候你要说、啊咱无缘法界吼，伊要对的是功德吼，但是有完美啊，无完美吼啊。咱所发的，有的人要发，有的人唔发啊。所以讲，那经过吼，一个吼，咱讲诵经的诵经团，吼，每一个都很优秀吼啊，发出来的愿是一致的，安尼呢，你的这个能量场会非常好，你回向出了遐无缘法界吼，会非常的欢喜啊，这个做。就一定非常完满的发挥，所以当别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要把荣誉回向给什么？好、哦，那讲哇，这团上经上了袂歹，你爱把这团的这个荣耀，如果你是一个领导的人，你讲啊，这是我的团员，大家共同努力的成就，安尼好，大家同心协力，好、哦，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除了要感谢好、哦、策划。还有领导的老师，共事者的合作无间，还要感恩团体的智慧，以及社会的资源。因现在说社会的资源，现在没想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三月十五开始了嘛，我们有几千人的发挥，这就是来自于社会资源，来自于大家的诚心，来自于大家的孝心，来自于大家的妇道之心。好、哦，那当然啦，三天来对上经的经团嘛是非常的重要，啊嘛非常的辛苦。然后，按今日讲一篇的，就要人怎样讲？哦，我们的法会团体所有一切都是来自于哦，来自于众生的资源哦。哦，你来参加，好、哦、一种互惠，好多，好咱这个法会会当哦做间呢足庄严的。嘛是就爱有人参加，嘛就爱有人吼、哦、来上经，吼、哦、即个高公法师，吼、哦、啊，加即所有经团，啊嘛就爱有人来斗三工呢，安尼才会圆满呢。吼、哦，我们对任何事的一种接触或处理任何事啊，拢总爱感恩啊，团体的智慧以及社会的资源，包括有参加即师兄师姐，即功德力量拢综合。共同回向的吼，这就是讲，咱家己吼是一个吼这间教的负责人，然后负责执行而已，吼就把功德所有的回向，吼这底下回向也是要非常非常圆满的吼。所以咱讲与任何事的接触或处理任何事情，只要掌握两种原则，就会无往不利的吼，不要到处去争功。哦啊、也不要说、哦啊、功劳都是谁的，都不用这样，有时候大家一起啊、哦哦、这样呢、哦、人呢如果有一些、哦、说分别
我相信讲做啥物吼，拢是好事啦吼。只要你有心要做，所以我就讲，慈天必生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师兄师姐，这就是恁和我的办道的资源。嘛，等于咱母娘讲，你是道娘精子来护道成就，慈天必生公这个春季法会，好，这是很重要啦吼。所以咱就讲吼，别人好歹对唔对，这拢唔是咱的批评之教的。嘛，不是咱咧批评，好，咱咧讲诶。我们必要的是，只有吼、哦、重点呐、啊，观察自己，吼、哦，把自己的脚步、吼、哦、行为、吼、哦、规范、吼、哦、好，安尼就好啊。咱家用目睭看世界，吼、哦，只会当看到吼迄、哦那个外口的表象尔，难免有所偏差，不一定是对的吼、哦。错误因为吼、哦、产生必定会有误会，所以咱人呢，用心灵去观万物。自然会有一种触及心灵深处的感动，哦、喜欢跟悲悯是不一样的哦，悲悯的感动、哦，你看了那一种关怀跟慈悲，万事万物要用心来观、啊、不是用肉眼看哦，而不是用眼睛去看哦，是要用你家己的内在悲悯，甲慈悲喜舍，安尼去看。只要真正看会到迄个感动啊，看到迄个感动安尼吼。比目何时无谗言？念佛无非念慈心，一株馨香飘满天。越觉越有缘。一切皆虚幻，菩萨菩萨，我虔诚的修炼，只盼留在你身边。善因皆善果，善心修善缘，佛祖。花佛祖，我是不是你脚下五百的那朵莲？静静修炼，闭目何时无谗言？念佛无非念慈心，一株馨香飘满天。越觉越有缘，一切皆虚幻。菩萨，我虔诚的修炼，只盼留在你身边。善因皆善果，善心修善缘。佛祖啊佛祖，我是不是你脚下五百的那朵莲？几工啊吼啊！这个大龙货运啊，是这个货运吼，四工拢休困啊吼啊，货呢吼嘛是着爱甲拜三才寄出去，拜四才接袂到啦吼。所以无论是吼啊，咱
放假当然就是公平的啦吼。啊，人因咧上班，因咧上班嘛是着爱放假，啊，所以讲这四天咧吼，啊，物件准备好啊，都、就是要寄嘛，着爱因有法度来收货运有运转，吼、哦、啊，全省才有法度咧发通啦，物件要寄一堆，物件要寄一堆，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有甲咱注文物件，咱只师兄师姐歹势，咱会知影吼、哦，啊，即马就是咧做。诶，休困休四天连假嘛吼，都啊个礼拜三开始，咱咧叫的物件，即也陆陆续续寄到咱兜互咱啦吼。所以若有较慢呢吼，啊嘛无要紧哦，因咱知影这是连假的关系啊，我甲恁讲一个歹势啊吼。来，有时候呢吼，咱要讲疫方式吼，有时阵讲较简单的疫吼啊，是讲要讲较简单的。最近啦、啊、吼，都有朋友啦，恁今晚办这空，我先讲这吼、個。啊，讲梅香师姐，恁旧年吼、喔，那就无办吼、喔。这个六月初六开天窗补运的补课，这恁旧年干那无办哦。啊，我雄雄吼去听到你迄旧的这迄条大吼、喔，意思就是讲伊伫 YouTube 听吼、喔、，YouTube 啦，伫 YouTube 听。啊，听伊个听着讲，啊，这个六月当时吼，伫要做这个开天窗补运啦吼，补课，啊，伊就敲电话来要报名啦吼。啊，我讲吼，日子看袂好哦、喔，因为旧年是足特殊的啦，算天气也有啦，各种流连也有啦，吼，啊，就讲停办啦，啊，今年要办，今年又要办啦，看六月十二啦吼，看六月十二，就是咱讲。半年就是六月嘛吼，六月玉帝开天窗，就开天窗啦吼，窗户啦，开钱的窗户，啊，或者吼啊，咱讲善良的老百姓吼，都在做生意，但是运都较无遐好诶吼，啊，会当来吼开天窗补录，吼、啊，咱讲补库就对啦，哦，补库，咱咧一箱一箱的库箱内底一定会压着恁的出生年月日啊吼，即、這个玉帝温准诶。啊，咱嘛等于得甲咱的金蝉师公吼，啊是老海蝉祖师吼、哦，咱六月老海蝉祖师初十是伊的圣诞，咱的提早做圣诞，但是咱的十二即天都是吼、哦，咱做补课，吼、哦，咱要补斋课啦吼、哦，咱此人必生讲一年啦吼，一年才有公开吼补斋课啦吼，补斋课是六月十二啦吼，啊今嘛。即马有诶是听到以前诶诶迄个大，吼、哦，啊恁问我讲，啊恁今年敢有要办啦吼、哦？有啦，旧年无办啦吼，旧年停一年无办，吼、哦、啊今年有要办啦吼、哦，今年圣庙有甲清有甲清洗吼、哦，啊伊日子已经看落来，就是六月十二吼、哦，会当互咱补斋课吼，纯、哦、粹一年间咱干呐办一个补斋课，啊交落课完交落课。甲补财库是无同款的吼，迄是咱来请五路财神吼，啊，甲咱的五路金蝉师公吼，啊，因为半年吼、哦，就是六月开天窗吼、哦，啊，咱交这个财库，这是足特殊的，这个科技啦，足特殊的科技，吼、哦，咱若要参加，会使你用的时阵再报名，用的时阵再报名就会使啦吼、哦。来，以上甲咱讲一下啦吼。哦因为你若听到以前的，咱有咧补斋课，吼，啊，你即马阁甲我问，吼，啊，我就会甲你讲，今年又要办六月十二，吼，农历的哦，农历的六月十二哦，嘿。Yeah.
听过吼，啊，真看看啦吼。来，咱的听友台的啦吼，大家佚佗归佚佗啦吼，啊，平安较要紧，开车较要紧，平安顺利上要紧啦吼。咱即摆咧讲，咱咧讲这个六十四卦的每一爻吼，都吉凶毁咎。吼，啊，就是咧讲算命有很多种啦吼。啊，传统的方式，伊就是用这个天干地支啦吼，星刻去解说咱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吼，所以咱要看透咱人的这个命运啦吼，啊，都讲趋势好坏，吼，啊，就是叫做变化，吼，也嘛叫做八字啦吼，叫做八字，啊，就是咧讲咱人出生有这个八字啦吼，那易经呢吼，是以卜卦为形式，其中的实质内容只用一个大，好、哦，这个大日来形容，然后无所不包，好、哦，具体是什么说不清楚，那就是一个好，那、哦、讲大道就看到悟，你悟到了什么，悟到它可以算命，好、哦，悟到它可以用来算命的话，好、哦，悟到它可以用来经商，然后哎。爱当用安尼看，吼、哦、来指导咱，吼、哦、做生意。啊，恁悟到啥，你都有法度做啥吼、哦。这个这本册你来悟会到，你悟到啥，你就当做啥。悟到它可以用来做管理，吼、哦、处理人事关系，吼、哦、那种就是可以用到这上面。所以这个卦吼，伊、哦、就是伊唔是干呐讲，甲你看八字尔，你要管理你的头，你的。公司你要做什么款的套路，在这个卦里面你如果五会开里面那个卦的意思，他在跟你说的就等于在跟你教同样、哦、易经虽然大到无所不包，但它有一个、哦、固中心、啊哦、就是阴阳的理论、啊哦、阴阳的理论、啊哦、阴阳的理论、啊、这阴阳的理论像我们人、哦、你看这个算命用什么样的神方式，他使用的易经揭示的是规律一种理论啦、啊哦、所以讲在符合易理的这个基础顶端演化出来，是一是用一种的方法用来推断咱的命运啊，命运要哪去发展，伊把这个理推出来结果。那这易经揭示的是宇宙自然规律嘛，它放到了万事万物上，这可以用。哦、所以咱把这个命运的四条对应的这个规律顶管、哦，算命自然可以，也可以算得很准、啊哦啊、所以有人讲哦，干那一本易经，伊都会当讲占卦，吼、哦，会当讲记录。啊，所以讲这个算命利用哦，易经易学也架构来讲，哦宇宙中发生的事情有一种计算跟推论、啊、所以我们说易学是一种包含易经风水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所有顶顶的体系里面，当然你有捌你才看有啦，那当然呢算命是用在这个我们说负载这些超出了用易经学体推算出来范围啦，有的人说要用什么算，就是计算、预算、估算、测命嘛，就是讲算的叫做测命。哦，啊命就是命运。哦，个人的集体啦。哦，有的人去算国家运啦，有的算国算咱家己。哦，这个运势甲命，哦，来自于世间的局势。哦，经易，哦，还是易经每一个卦、每一个爻、每一个卦、每一个。变爻，每一个数，每一个卦数，每一段卦数，这拢是咧算。所以呢吼，算个人也好，算团体也好，国家也好，世界也好，直接八字算算这吼、個，吼、哦，咱嘛是有个人嘛是有法度安尼占出来了后，伊就知影讲，吼、哦，现在好还是坏，吼、哦、啊，本身呢吼，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吼。哦预测啦吼，啊，每一个人拢会变啦，啊，因为你做嘅工作，你嘅起心动念，你做嘅工作，你做嘅是做好嘅工作，伊嘛是会变咯，变易变易，吼、哦，你今日做足歹嘅代志，哎，等到你人
你的人吼，这个温度当低的时阵吼，你的温暖的感官变歹哦，啊变歹佫足紧的哦，包括连身体做一概装变。好、哦，这个变异就是指功德上你本身的做，你的能量场，好、哦，对这个意里面，它就是，好、哦，你绝对你做什么，这个、宇宙磁场来对，绝对有挂在来对哦。你莫想讲我做无人知哦，哦，错置什么东西，大多数都是不是百分之一百的，但是每一个人哦，也不能说。在形体上算出来的啊，你不相信？为什么说命越算越薄啊？算命的算得那么准，但是到后来为什么会这样？那跟算命的没关系哦。哦，算命来讲，哦，啊，你这几年哦，哦，你的运当好，像人都有人讲四月啦、上土的啦，吼、哦，啊，上狗的啦，吼、哦，哦，那个偏财啦，吼、哦，啊，什么财啦，啊，佫有四个生肖啦，我敢若会记咧，会记这两个生肖。像咧，我无甲看哦。伊讲好，好甲安怎吼？就反正你倒咧嘛咧趁钱啦，意思讲倒咧眠床，钱嘛走来恁兜啦吼。这个听一听啦吼，啊，但是准不准要看你自己的德性。你若真正有迄个福报吼，嘿，咱都袂使硬推翻吼。易经中呢吼，易经中明来对面，伊这易经中来对有明夷卦，含义的是什么？为什么算命的大部分都是？吼、哦，人看袂到，迄个讲个咧看命。吼、哦，观相啊，观相算命问卦的人，吼、哦、会信，吼、哦、会信一些吼、哦，人讲神佛，吼、哦、鬼神呐、啊。有个人讲哦，这吼、哦、有安三命啦、啊，吼、哦、啊，所以讲，哦，你相信讲吼、哦、会解梦，还是你相信占卜？吼、哦，这咱唔免去甲，吼、哦、去甲管遐济啦。最主要是要甲咱讲吼，易经它。太宽广了，你懂，你懂，你就能够应用它来做人事物，还有你把你自己也可以看，看看，哎，今年自己怎么样？哦，啊，爱甲德行加入来吼，不管你做啥物，那是唔对，就是归唔对啦吼。挂袂因为讲你唔对，伊会甲你补甲对，无可能啦吼。那咱看到咱即马讲到45卦吼，着地脆吼。这个脆里这个就是聚合的意思、哦啊、这个卦象也就是这样说说聚集大有熏、哦、是这样说聚集大有斩获之象则地为岁卦、哦啊、这个地、哦、我们说地卦代表地代表、哦、这个池、哦、池塘的池、哦、池泽、哦、坤卦代表什么代表地、哦啊、也就是说地上有这个什么有这个鱼池啊，还有这个沼泽，哦啊、这个池泽中的水是聚合、哦，聚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讲蓄于低处了哈、哦。啊，咱今日讲这个哈、哦、水的意思是什么？哎、欸，那就小块的地动的哈、哦。啊，所以经文来对到这个哈、哦，过者过啊，物相遇而获济了哈。来讲到这个损失啦，固受以脆。脆则聚也，好、哦，则地子。所以人讲吼，集会啦，吼、哦，集会立集都是这些世间嘛，拢是聚集，都是在集会才有这样的善缘。好、哦，不管讲人跟人共同的合成，共同的所有的，吼、哦，你要那个集社会，人跟人之间有共同的思想。哦，迄就是物以类聚啊嘛，有共同的思想，你就会甲迄个有共同的思想，吼、哦，啊，甲这种甲这个吼无同款的思想的人，就甲你行袂做伙。有共同的善念的善男信女，当然就会甲你做伙啊。对天管到人间，然、哦、后来维持世间的调和，所以人到世间都是善缘。好、哦，啊，我们常常听到吼、哦，啊，不管讲咱去吼伫对啦吼去旅游啦吼。啊，去外国去旅游，我们常常会看到，哦，体会啦，哈、哦，深深体会地球是圆的，到哪里都会相遇啊。所以咱就会讲哦，哎呦，啊，我来日本，他会去拄到咱台湾人，啊，恁到住对啊，啊，恁住婚姻馆，啊，你住多一馆呢？我住彰化，我就是介去大陆，啊，我那同款吼，敢那是我那差不多是要去武当啦，吼、哦。啊、我来问伊讲，啊，你那是哦，
系啊，啊，这就是地球圆的啦。哦，虽然无带做伙啦，吼、哦，但是敢那共同的旅游的路线，坐共一台飞行机，吼、哦，内底都两三团，拢是台湾的。吼、哦，啊，台湾的吼、哦，问落就讲哦，啊，这就叫做啥？这就叫做讲，你的兴趣跟我的兴趣同款。哦，欢喜去灵山宝地啦，吼、哦，去仙山洞府，吼、哦，啊去啊，吼、哦，看看咧，上无啦，吼、哦，啊，人总是会有好奇心啦，讲哦，这老君爷啊，老君山生做安怎，哦，啊，武当山生做安怎，吼、哦，安尼，咱去看一届啊，灵岗就足有印象的啦，吼、哦，哦，啊，过来吼、哦，去龙虎山生做安怎，啊，你一届两届你拢都有印象的，会想要过去无？哦，嘛人咧招啦，讲好啊，翻地啦，用用好也无妄行，这就是咧讲，人也无结，人也无甲人结恶缘就对啦，这就等于是善缘啦。你走到哪里，天边海角都会遇到你想遇到的人啦。吼、哦，啊，所以咱即嘛台湾有一句话啦，咁暗路行者，吼、哦、急万遇着鬼，就是讲暗路唔通行啦。吼、哦，啊那是吼、哦、要。要行就去拄着鬼神啊！就咧讲叫人唔通做歹代志啦，吼、哦！不管你创啥，拢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吼、哦！暗路行久了，拄着鬼，吼、哦！这个较早老大人点嘛咧讲，我们的善尽量去做，贵人就会扶持，吼、哦！择地，吼、哦！择地，即地即个卦，吼、哦！上对下坤，吼、哦！就大家呢拢有所斩获啦，嘛算袂歹啦，吼、哦！啊，咱啊，如果讲够有经验的人做伙，够有智慧人来做伙，你必有所获，就是安那增长咱家己的智慧嘛吼。啊，咱啊，甲一寡吼，哎，咱讲不务正业的人做伙，咱有可能嘛会损失的吼。所以讲烦恼颠倒妄想，吼、哦，还有迄啰，咱啊爱去做，咱啊去做着迄个烦恼颠倒妄想，迄暗时咧暗时困袂去啊吼。那白天走路闪闪躲躲，就是因为你。就像刚才伊讲，迄新闻咧报的安尼啦，啊，迄个人是咧走安怎？哎呦，啥物？迄个人就是伊随安怎要走，因为伊是吼、哦、政府要抓的通缉犯，所以看到警察，你看到警察，人警察都唔是要抓伊，啊，但是伊嘛走到迄边，啊，伊无走无代志，伊也倒徛，咱嘛唔知伊是通缉犯，但是伊弄开始起卡弄个代志吼，咱就开始做尾后脚，感觉有奇怪啊吼。第四十五卦吼，算嘛是袂歹的卦啦。我们要完全过于一种光明面啦吼。啊，这个岁为物质聚为坤嘛吼，所以讲天地万物拢同款，只要是丰饶吼、兴平、国富民安啦吼，这就是好啦吼。啊，咱今日时间嘛够啊吼，而且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常在神歌，财神常降临，常常在神歌，方知不离门，常常在神歌，往来如白云。